你到底想做什么？时间到。原来我在你心里也是那种贪慕虚荣、不择手段的女人，对吗？我不想因为你这种女人而让我的事业下滑。你明明比她美，起点又比她高，你怎么会输得这么惨？启用新人的确很冒险，但目前来看，这是我们最好的选择。你跪下，我就答应。为了一个角色，赔上自己的性命，值得吗？唐飞，最佳女主角，我想要，我真的都想要。不会有人抢走你的任何东西，我不允许。他是我的儿子，亲生儿子。你可不可以不要乱说话？总有一天，他会因为给了我这个机会而痛哭流涕。我一定要亲手摧毁他。你一个有自由，为什么要放弃？就是为了无谓的争端吗？为了可笑的嫉妒吗？我告诉你，这个角色我要定了，谁别跟我玩。放开！是他，是你把我爸推下楼的。你可以继续喜欢他，只要你别拒绝我的心就好。我讨厌你，如果不是你的爸，唐飞一定会属于我。但是他已经向你认错，你就不能原谅他吗？你让我原谅他？他不是不想原谅我，他是不信任我。你赢了。如果想要登上最高峰，感情就是负累。